Please help us, son. Paradise has been suffering since your mother died. Paradise would not exist without great sacrifice. 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嬷嬷晴晴。我们今天要来玩，就是这一款上礼拜才推出这个新版本的 Rusty Lake Paradise。我们之前去年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玩 Rusty Lake 系列游戏，晴晴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对啊，所以他上礼拜推出了一个新的，就是1月11号的时候才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立刻来玩，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没有看过攻略，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状态。但大家刚才在看影片之前应该有看过我放在前面的那个 trailer 了，你们看过之后就在知道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哦，看起来有点诡异。好了，我们来玩吧。好， OK， 今天晴晴要多说话哦。我觉得太久没有玩，我都忘记要怎么玩，就是这边按按那边按按，然后看会发生什么事哦。拖动来向左，向右移动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要下面那出题。你说这个吗？那仙人是干掉的仙人掌，还是什么毒瓜之类的？这样什么瓜、欸？哎 ，Water Squash。点上下镜头。哦，他想要在就是虾子，他想要虾子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？你记得之前有用虾还是什么，然后掉了一个死人？嗯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等一下啊、哦。我们现在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让我讲一下。啊，他想要拿那个啊竹子，把它做成钓竿，是不是？不可能。Where is bamboo？ 我这个打他，是这样吗？这怎么用？还是要拿刀来？它有比较弯、啊。对，应该啊 ，sorry， 应该是要，应该是有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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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可以使用的，砍它之类的。嗯，他要钱是不是？是要给他不对，上面那个要虾，那还有什么？右边上面那个要虾的那个要钱。右边。哦，有东西了，还有勾勾，有东西了，好棒哦！拖动，往右。哎、嗯欸，这个好好，它真的好精细，真的，每次玩就每次赞叹。哦，电机，1976年4月22日，我亲爱的儿子 Jacob， 很遗憾地告诉你，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，请尽快回到天堂岛，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你。你的父亲，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跳走过去？不行，不让我们，好吧 ，Let's go， 就这样。对，我们应该可以拿这把刀去做点什么。去砍竹子，就这样。哦，虫虫、啊、，get 虫虫，这个套路跟以前很像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去砍竹子，自制钓竿，手里还拿着一根钓竿，可以砍其他那虫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应该，我们来看看看，完成晴晴的愿望。No， 没反应。没反应。好了，我们把竹竿拿去给这个大叔。然后拿去。这样刀子掉了。应该不行，等会试试看。钓竿放屁。哦，虾子。熟的吗 ？Let's get 虾子。好了，我们去给刚才那只手。熟的。厉害。伸手从那里拿，叫什么？瞎子啊！给他刀子，可以给他刀子，给他什么手？哦，开门了！就这样，可以切他手吗？哎、欸，这个部分还蛮顺利的。去切他手，不要这样，不要闹。羊耶、欸，一直砍羊。好暴力！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是血腥。对。
Good to see you, grandson. I'm sorry about your mother. 大家看到字幕我就不念了。好，他应该结束了，他应该结束这个了。不要随便砍扰老人家。这位他吃。出现砍他，你在砍他？我不知道哎。Good to see you, grandson. I'm sorry about your mother. 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这附近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水蛭吗？对，他说是水蛭。好吧，我们先用水蛭丢进去桶子，看能不能丢。给那个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俺是吃草的，不要给我。我觉得应该跟这有关。就把水蛭可以丢进去。试试。没有，我看它。没有，没有东西。没有别的地方了吗？东西出来好可怕，水蛭在这边有个土，它的嘴巴把水蛭放进去，然后再关起来吧，应该是吗？哎，真的耶，刚刚没有看到，我变聪明了耶，好开心。好水蛭，水蛭汁。然后嘞，就这样，就这样了。好，我先进去看看，好可怕。哎，是刚那只虾吗？应该是吧。这个应该是要拿去装那个东西的，他应该会想要跟我们说他要喝东西。My dear son， 看到了。Please， 好，给你，等下给你。I'm thirsty。我妈妈怎么了？我妈妈怎么了？现在是儿子回到自己的意思，我的弟弟 David。血吧，妈妈的血，妈妈的血，不是都这样吗？不是都这样演的？装有血的罐子，好了，你喝吧。他很被动，跟着哈维一样，真的。你甚至还记得哈维。所以是被他喝过的水蛭会比较厉害。哎呀，到底有多少水蛭啊？我很讨厌水蛭。谁喜欢？有人喜欢水蛭，应该是有可能有。好了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哦，用水蛭看。说起来热，用水蛭看。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吧，或者在这个东西里面。我们再放一次水蛭进去。哦，要三只，因为它那个啊，对，它那个要满的。那应该要四。应该还要对。我们再用。继续收集水蛭，是不能过去。左边嘞，过不去了，他不让过去。再看一次，我们就只能一直使用这把刀。那得，如果把刀拿来砍向光会怎么样？我妈妈怎么了？好可怕哦！砍爸爸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那那个羊嘞？哎，我们给羊喝血看看。壶要装满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来，可爱的羊儿，喝点血吧。哦，真的喝了。哎，好厉害哦！拍拍手。哎，他那个血里面都是水蛭，好可怕。
水，只要吸血，这很恶心。有血就会有水，谁的身上有这么多啊？好可怕、啊！哈维，谁是哈维？猫头鹰啊！哦、，We got a key， 耶、！我觉得他在现在的套路还是可以判断的。他之前他玩到后面就有一些套路是你真的是一般人想不出的。只有把我的记忆带回去，我跟以前一样哎、欸，不用嘛，我也是，所以我才不会再流血。又来，那很不舒服的感觉，我全身毛的、哦，什么东西？血温泉。谁啊？我不想要开，好可怕。应该是那 Caroline 吧，妈妈。然后就脸红的。对不起，我们现在要开关了。大家不要害怕。三角形站在最底下。嗯，我有看到一个东西，可是现在不让我们看它。讨厌。嗯，看，哟，这什么？方块，你就看这里。哦，这是一幅画，这应该也是某一幅真的存在的画。大家记得我们之前玩的时候就有这种剧情。放上面。嗯，可以。Coming，it's coming。The second plague, frogs.